以前住的房子也脏玩意儿。今年呢、哦、这个澡还给烫的啊，应该是给烫的。今天上水了吗？咱没进水，但是下雨，里边积水了。哎，他底下是，他底下开发是开发什么啊？底下那个啊，一会儿他们你们都看完县城。不，他这个农村的干嘛的？这个他是搞旅游的。哪个的？咱们是不是都得演了？种这个这坎啊，这种就多少是吧？朝鲜呢是七分晒一分水两分地，他这点啊都属于是采粮区，咱们今年的。